原标题说说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、严格的等级制度、奇葩的特殊制度。中国古代有一个特殊的制度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，那就是极为可笑的避讳制度。在西方，小孩子出生接受洗礼以后取名字，通常会取值得尊敬的英雄、帝王、尊亲或者长辈的名字。